领导出于一些政治考虑，当时是希望不要公布这个疫情的情况，但是这个医生作为科研工作者，他会第一时间基于科学来去公布这个病毒的危害。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大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我觉得一个敢于先就是跟大家告诉大家一个真实情况的，这个我们肯定是要去感谢他，对，就去心里面去记住他。